开始直播。今日我哋所讲嘅题目咧，就系、是、讲奴性与教主。首先咧，就讲讲奴性先。奴性呢样嘢咧，就系、是、奴隶之性情。大家咧听见奴隶两个字以为过时，其实咧，奴隶并不过时。喺中国大陆嘅历史观里面咧，就觉得奴隶咧系有个年代嘅。咁啊，早于5000年到4000几年、3000年前咧，无论中外都有奴隶。咁啊，喺中国嚟讲咧，战胜咗嘅国家或者系民族咧，佢就将嗰啲战败嘅俘虏咗嘅，做我嚟做奴隶。女咧就多数为奴婢，咁啊嗰啲男人咧就做壮丁，好有可能咧就成为咗咧佢哋嘅战争工具，或者帮手掘战壕啊，或者咧做好多粗重啊劳力嘅工作。咁啊，亦有啲咧系被阉，阉割咗之后咧，就成为咗服侍皇室或者系贵族或者领主嘅奴隶。呢啲不只系工作，粗下工作，仲咧受到咧不生嘅屈辱。咁啊，女性不在话下啦，更加惨啦。咁呢啲人咧，佢哋世世代代咧，都会咧受到一个不公平嘅待遇。咁我哋大家读书人咧，就大家知道咧，嗰啲叫做奴隶主。咁我见到咧，喺网上咧嗰啲回应咧，认为冇奴隶主呢个字嘅，有系有奴隶嘅主人，就一个咧概括嘅名称。咁我点解要讲奴隶呢？因为咧，我想唔系净系讲呢一种阶级呢种人，而系我想讲咧奴性。奴性呢样嘢咧，反而咧系古今中外咧人性里边嘅一种咧卑下嘅性情。甘心做奴隶，鲁迅话斋，有啲人咧要求做奴隶而不得，想做奴隶做唔成，亦有。咁啊，奴性呢样嘢咧，先讲咧，点样样做成先？咁啊，有得训练噶。呢奴隶主咧，通常咧系武力或者暴力系相当控制到个场面嘅，佢战胜国啊嘛，古时。咁呢啲人咧，蓄奴之后咧，佢就会将嗰个奴隶严刑教训，即系打窒佢先。嗱，动物咧，狗咧，其实咧，猫都系。我哋中国有句说话叫做咧，初归新抱，落地孩儿。喺佢未曾坐稳嘅时候咧，已经落咗下马威。呢下马威咧，一经过奴隶主嘅暴力咧，或者武力咧，就打窒咗佢条气，就唔敢以后咧再反抗。但有啲人仍然会反抗嘅，因为有啲人反叛之心咧系好大嘅。於是乎，奴隶主系另外一种方式。今日佢打你100下，鞭你100下，咁你个心里头咧心心不忿，条气好唔顺。但系咧，听日佢系打80下咯，你有冇进步啊？未必，但系佢使到你感觉到你有进步，你听话咗。再大后日60，再后日40，一路减至
唔抽你为止。嗱，咁奴隶你嘅奴性咧就系咁样培养出嚟噶啦，一路减嗰个痛苦咧，奴隶就觉得，唉，呢、這个奴隶主对我有恩啊，唔系仇人啊，系恩人嚟嘅。于是乎咧，就慢慢咧，心中里头嘅奴性咧就产生。产生奴性最重要第一件事就系服从、信服。人呢是好有阴暗面嘅奴性，喺佢觉得呢感恩或者觉得咁样样呢是使到佢舒服咗呢，咁佢呢就甘心听命㗎啦。有啲人呢嘅奴性呢就解释㗎，佢认为呢命定，我呢一生出嚟係应该做奴隶嘅，於是乎呢我係应该被人打嘅，我係有不公平嘅，呢、這个世界就有阶级啊，有阶级就自然有人统治，有人被统治啦。大哥成龙都话啦，中国人係要统治嘅，係要管束嘅至得㗎喎，咁讲添。其实係咪呢？係中有好多人呢真係要人管，然后至呢迅速服服听话嘅。但是管人的人呢，即是所谓奴隶主呢，他们有一个弊病，就是纵容了他束养奴隶的时候话惯事了，于是乎呢他其他一切都要他话事。当他其他一切都要话事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一个一言堂。一言堂是什么呢？是暴君。一不听话，稍为逆意，他就会发火。发火之后呢，就以他的暴力来到去呢扼杀别人，扼杀他的奴隶。那些人有很多甘心做奴隶的，我正话讲了，他的奴性呢是可以呢慢慢培养。有几多人是不受奴性束缚的呢？有少咯。这个世界仍然很多人呢是甘心做奴隶，甘心被奴隶主呢管理、剥束、克服，听听话话。嗱，仲有一样嘢呢，大家呢不不知，我哋细个嗰时候呢，由两岁几开始识性、识语言沟通呢，无论中外古今嘅生活习惯呢，都要求呢个细路仔听听话话。大家有冇听过生性啦、听话啦呢啲说话呢？如果系一个好家长，择善固执，是教导到一个细路仔遵从一啲礼貌，遵从一啲好嘅价值，咁不在喎，不妨啊。但系另外有一种咧，就只要你听话啫，我唔理你如何，总之咧你听话，你听话咧就 OK 噶啦。咁样咧就引致到培养咗一啲咧奴性。我见过一个咧纪录片，呢、这个纪录片睇完之后咧眼湿湿，觉得好悲。里头咧讲到咧有一只狗，呢、这个、狗咧好细个咧就好俾呢个主人养大嘅。个主人咧一餐喂佢食饭，喂佢食粮，俾水佢饮。有阵时咧，仲摸下佢头添。咁开始训练佢咧，就叫佢马嚟啊，阿 Doggy， 妈好彩，阿旺财咁。咁呢只狗咧，由细狗嘅奴性好重嘅，动物奴性有想有罚之下咧，佢真系咧贴贴服服对个主人。
一叫佢咧，佢就买嚟噶啦。养到呢只狗咧，一段时候之后咧，呢只狗咧嘅悲惨命运就嚟啦。我哋所谓老狗乱猫衣，食死就冇人知。趁佢咧未老嘅时候咧，个主人咧就准备定一煲热水。更加惊人嘅咧，佢拎咗一条巨棒收埋喺身后边，然后喺个自己个庭院嗰度咧握手。嗰只狗咧一听到一睇到主人呢个动作咧，就匿埋去。冷不防咧，呢个主人高举咗佢嗰个棒子。呢只狗咧仍然咧好忠心咁样，好有奴性咁样咧，听主人所讲，坐低咗，然后咧俾个主人一头搏落去。呢个棒子搏落去之后咧，呢只狗唔使讲，晕死过去。主人咧就随手就剥皮拆骨，煲其狗肉食。我睇咗之后咧，个伤心好伤心。点解咧？因为一个咁忠心、咁听话嘅奴隶，卒之就因为佢听话，所以咧就被主人叫埋身边剥死咗。如果佢知道主人想杀佢，然后想食佢咧，可以逃出去嗰啲野外郊外，唔使依靠主人。但系咧，即使佢睇到嗰个棒子大棒子，或者咧佢睇到主人目露凶光，但仍然佢甘心走入去，走去主人嘅膝下，俾主人剥死，俾主人食咗。狗呢样嘢咧，系真系相当服从，同埋相当咧听主人嘅话，无论害佢或者唔害佢，佢冇独立思考嘅能力。人咧系有独立嘅思考能力，当佢咧睇到一啲情况嘅时候咧，佢应该知道佢自己身处喺乜嘢嘅环境里面。如果佢冇独立思考能力咧，佢就完全做咗一条应声虫，或者咧会做咗一个咧盲目盲者。我哋即系讲佢愚忠或者愚孝，呢啲咧都会咧殃及自己或者殃及自己亲人。咁呢种系咪动物嘅奴性咧？冇错，人好似动物咁样，你唔好笑只狗唔识执生，唔识走生路。人好多时候一样系咁样样咧，匿埋去佢哋嘅奴隶主嘅身边。甘心情愿俾奴隶主咧宰杀。当年咧，我记得我哋睇书咧都知道咧，移民去北美洲嘅早期嘅移民咧，佢哋咧要开拓佢哋嘅田园，于是乎咧揾好多人手，但系个白人人手咧始终系唔够。於是乎喺非洲咧，喺西非咧，喺中非咧，東非都有，就俘虏咗好多黑人過去做奴隸。呢啲黑人咧，我哋而家叫做黑奴，喺美國咧就 Negro， 但呢個字已經係禁止唔准用噶啦，有歧視嘅呢、这個。意义喺度嘅，啲黑奴咧
去到有一啲咧惨无人道嘅运输大仓木船运到北美洲之后咧，佢哋系只系得两餐，咁啊食咧冇啖好食，瞓冇啖好瞓，咁啊而且佢哋嘅婚姻咧系由奴隶主作主，佢哋生咗嘅细路仔咧，佢哋一定唔能够许配白人啦。又唔能够白人同佢哋通婚啦，个黑人通婚之后咧，佢哋咧呢啲奴隶咧就世世代代都成为咗咧佢哋嘅黑奴，喺一个好低廉嘅工资或者好微薄嘅条件底下工作。呢样嘢咧，直至到解放黑奴嘅南北战争咧，至开始。有人醒觉，当年嘅黑奴咧，仲好似货物咁样咧，买卖有黑奴嘅市场咧。阴公咧就系、当年咧觉得咁样做法系合情合理，仲有啲白人咧信基督教嘅，可能多系新教啦。佢哋咧觉得咧，逆洗黑奴咧系应份嘅，仲断章取义地话喺圣经上咧早已注明系可以逆洗黑奴。呢啲咁样样嘅说话，咁样嘅思想咧，你唔好奇怪喺号称咧民主嘅国度美国咧。流行咗差唔多成百年，直到最近呢，然后只有奥巴马总统呢个黑人当选第一任呢黑人嘅总统。有啲人呢期待呢及后呢都仲可以有黑人当上总统添。佢哋嘅祖先呢，即係唔好讲，唔好听讲，佢都系黑奴㗎啦。真系好人好惨。咁啊，倒翻转我又想讲讲咧，呢、这个奴性，除咗正话咧有奴隶主嘅培养之外咧，人咧其实咧好多时系有严重嘅奴性。呢、这个奴性嘅产生咧，完全咧系因为咧一种依赖作用。有时咧有啲人，是觉得呢佢冇乜力，已经呢喺个世界呢需要有啲人呢帮佢辅助佢保护佢或者提供佢衣食。於是乎呢最好投靠一啲呢有势力，尤其有武力，当年呢就有武力嘅人呢可以保护佢啦，可以呢俾温饱佢啦。咁你谂谂，自己唔努力，全靠人俾你温饱或者保护，系咪一种奴性呢？有啲网友回应嘅时候认为唔系噃，人一定系咁样噶啦，但系。呢、这个咁样样嘅交易底下，系咪一个公平？系咪一个大家互利嘅底下，互利嘅条件之下做出嚟嘅呢？我谂咧，有奴性人咧系冇考虑到呢个问题，只要唔好太过分，令到佢咧。令到啲奴隶咧难过，譬如俾咗有足够嘅金钱，或者咧俾个名誉佢，或者甚至乎攞娶个老婆，呢啲等等咧名利息咧都可以咧掌控咗个人嘅。咁乜嘢叫做合理嘅工资咧？合理嘅待遇咧？这个呢个咧？
合理两个字呢，就相当使到人应该回味啦。咁老板做咩要投资呢？资本主义里头投资一个金钱，佢个回报呢，就一定系希望呢巨大嘅，一定系希望唔公平嘅。我以前呢做个工作上，教我嗰个师傅呢叫做许冠文，佢讲嘅说话呢相当之深刻，烙印喺我心底嗰度。佢话：当你赚到同老板赚到100蚊嘅时候呢，个老板就会俾50蚊你，另外50蚊呢系佢落落袋嘅。即系换句说话讲，倒翻转，如果你系搵10万银一个月嘅时候呢，你系唔止呢个价值，喺你老板身上呢，可能超过100万，超过1000万，佢只系俾翻咧部分嘅利益你，亦冇可能同你分身家嘅。就算分俾一啲红利俾你，都系佢嘅 discretion， 佢嘅意思，而且呢，一定系佢占绝大部分。咁你话唔系话要君父主义，咁啊共产咯系嘛？啊咁咧，又未必好啊？点解咧？佢又唔系从呢样嘢嚟到同你均啦、平均啦，系权力嗰度咧，令到你咧失去咗好多好多权力，譬如言论嘅自由权力啦、民主选择政府嘅权力啦、享受唔好受心理威胁嘅免除呢啲恐怖嘅人嘅应该嘅得到嘅权利呢等等。近来呢，我哋见到好多呢啲事，呢个就系权力唔会下放，唔会均分俾你嘅。乜嘢都可以均分，权力不能均分。呢样呢，大家呢留心下睇睇呢就知道了。好啦，人呢好多係接受呢啲咁样唔均分嘅。有阵时呢俾一个名誉你，譬如呢最简单俾个荷兰水盖，英国佬呢最鍾意呢嗰阵时就係受分啦，俾一啲 MBE、OBE 啊爵士啊分行俾你，就话酬劳你啦。其实呢好多时呢係你得到嘅，你对政社会贡献未必达到一个众人酬谢你嘅程度。又或者甚至乎你只係得到呢奴隶主或者话事人嘅欢心，你唔值得得到一啲公开嘅赞扬、认同、名誉嘅，所以唔好得戚，唔好好过瘾。咁啊，有啲教会咧，甚至乎咧系安排埋你嘅婚姻嘅。咁啊，喺共产主义嘅中国咧，安排翻婚姻呢，安排埋婚姻呢，係好通常嘅事囉。你係一个女仔将来会嫁俾一个咩人，真係呢由国家同你代办嘅。有啲种姓嘅社会，你亦唔能够同唔同种姓嘅人结婚，亦係呢有人同你代办晒你所有嘅一齐嘅婚姻。咁呢啲系咪公平呢？系咪有你嘅自由呢？咁点解好多人都觉得咁样系啱呢？系咁样更加方便呢？嗱，咁样呢使到感情呢更加畅顺呢？生嘅仔女系更加得到保护呢？
諗諗，原來咧一切都係奴性，使到奴性咧係令到你咧就覺得主奴隸主係對的，奴隸主咧係冇錯嘅，從而咧覺得奴隸主係神做出嚟嘅神。所有的奴隶都是甘心去重赞他，无论是诗歌无论作画都规定一定要歌颂奴隶主。多数人做出来这个神他是全能的，但当然是假定的，假定他是全能全知无错的。而代理他同你同神交通嘅人呢，以前呢叫祭司或者巫师，我都讲过啦。后来呢就是宗教领袖啦。呢啲人呢佢哋都沾上咗神嘅光彩，佢哋冇错。所以呢一个人到咗冇错呢个阶段呢，就为所欲为，就会呢滥用他的权力，将一切道德仁义抛诸脑后。这个这么情况呢，暴君啊暴政啊一言堂啊我们呢都见得多了。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执把枪去一枪白死他呢？是不是守卫呢严密呢？有人说个守卫自己本身都可以一枪白死个暴君咯，唔会嘅。点解呢？因为暴君或者言堂或者啲教主，正我哋会讲到，完全捉摸咗人嘅卑鄙嘅人性，里边最重要嘅奴性，佢只系死心塌地为咗呢个奴隶主工作，佢系唔会反叛，终身会反叛，而且呢他帮手诛杀一些呢反叛的人。好啊，那这个呢奴隶的情况呢和奴隶主的情况呢，我们呢讲了暴力那边，但另一方面呢我们都要知是华游方面。那么满清政府呢，嗰阵时呢用个怀柔。殖民英殖民地政府嘅时候呢，经过呢上次我讲过香港三劫嘅时候呢，佢哋都发现出社会上好多问题，係因为呢港英政府同人民呢个鸿沟隔得好好大。於是乎呢转咗好多呢做怀柔嘅手法。咁当然好多呢係使到我哋得益嘅呢，但係好多呢係怀柔之中呢係麻痹咗你。麻痹咗之后呢，你呢就甘甘心心信信服服做咗佢嘅二等公民。在现在而家香港的情况底下咧，大家都会感觉到怀柔的政策喺689的政府咧系尽少。我希望咧，777的政府咧可能会多用怀柔，但系似乎咧最近一两件事咧，委任副局长啊等等咧，就似乎咧，譬如话一地两检啊，呢咁重要工作里边咧，系好强硬，系冇中央嘅任何嘅可能性。咁怀有呢种咁样嘅方式咧，亦系使到奴隶呢个奴性咧，尽量发挥嘅。
因为好多人呢就系、是、受软唔受硬，当佢要硬嘅时候咧，个情愿咧起嚟反抗，或者血亲嘅起义都未停。因此咧，好多人咧就好多时咧，奴隶主系会怀柔嘅，怀柔咧包括俾利益你啦，俾一啲好嘅名誉你啦，好嘅名你啦，正话我讲话荷兰水盖啦、颁奖啊等等。或者呢，俾一个高级啲嘅title 啊，俾你啦。我其实呢，最佩服邓小平嘅一样嘢呢，就系喺嗰个年代呢，佢仍然呢称自己为邓主任，主任啫。好多人呢，喺而家呢个社会呢，无论喺大陆喺台湾。系啊，香港都系，人人都称为乜总、乜董，董咧就董事嘅董，乜乜 CEO，可能间厂啊，可能公司咧，得佢老人家一个人嘅啫，佢都认为咧可以叫做乜董、董事长、乜总、乜总经理。名衔已经泛滥到咧无可再泛滥嘅地步噶啦，咁呢啲其实咧亦系一种咧，我哋话叫做怀柔嘅方式。升到你越高咧，其实嘅权力都未必俾到，但系咧你飘飘然好似喺半空中咁样啦，甘心做奴隶主嘅奴隶。奴隶主呢个怀柔同埋暴力嘅方法咧，系交叉相用嘅，两者都会用。早于咧2000几年前咧，喺《韩非子》呢本书里边咧，已经有讲述噶啦。法家咧系好识用呢种方法嚟到去管治，为君王咧管治。君王其实即系奴隶主。为君主或者有势力嘅人呢，嚟到去控制到一个局面，控制到佢嘅属下，我哋叫做蚁民，叫做草民。而有好多呢，觉得有衣有食啦，有得玩啦，何必作反呢？何必反抗？何必表达自己嘅不满呢？好满足咯。你唔满足乜嘢啊？究竟仲有乜嘢你唔满足先？少少事都唔让，咁啊，将来咧如何生存落去咧？永远喺斗争里边咁，好多人都咁谂。但系咧，我哋如果知道原来奴隶都有佢嘅权力，有佢嘅权利，系要平均，唔系净系财产平均。财产梗系唔平均啦，而家，但系权利同权利咧，都系需要尊重同埋咧，平均。好啦，咁跟住下文咧，我想再讲讲咧，另外一个观念，这个呢个咧就系、是、叫做教主观念。咁啊，读金庸武侠小说咧。我哋睇到咧有好多个教主，不一赋予呢个教主嘅名号嘅时候咧，唔好意思，都系奸嘅，都系邪嘅，冇乜忠嘅教主。喺本来咧，顾名思义嘅时候咧，教主咧系一个宗教嘅 主脑。我哋冇宗教排斥嘅人呢，任何宗教之佢向善呢，我哋都尊重。但呢，亦有好多呢神棍，系利用咗人嘅恐惧或者要求宗教嘅心情呢，嚟到去建立自己嘅权力嘅。建立自己权力之后呢，佢就成为咗教主啦。乜教主有乜嘢咁使到？
人咁冧嘅咧？咁舒服嘅咧？原来咧，教主最大嘅畅快嘅心理咧，系在于咧，佢能够99%至到100%系控制到别人。嗱，控制到别人咧，呢个咧系又系人性嘅阴暗面嚟。其实每个人咧都有啲阴暗面，都系希望咧佢能够控制到别人，即系话咧有人听佢话。当你咧系父母嘅时候，啲细路仔咧稍微唔听你讲咧，你冇谂过呢样嘢系啱与错喎。总之咧唔听你讲咧，你就发火噶。以前咧可以殴打，而家咧犯罪嘅唔得个，闹都冇大声啊，咁啊又或者劝啊。咁啊古时候咧，君要臣使，臣不能不使啊。哈，你睇睇咁多戏曲，咁多戏历史，反叛国君、皇上嘅说话咧。落得系咩收场？刺史，好听天咧，就叫你俾个白领你自己上吊咯，或者送只烧鹅俾你，等你食咗发啦，啊啲疮发咪自己不治啦，或者刺毒酒，一饮咁就。得翻个全尸咯，拜拜。但系咧唔好嘅咧，可能就系斩头，更残忍嘅腰斩。阿李斯就系啦，两父子一齐啊。再残忍嘅系后来嘅刑罚，叫做千刀斩，割千刀。呢个凌迟处死，哎呀！死得好惨，唔能够喺即时死去，最少3000刀，然后接足够肉挖出嚟咧，就可以最后死，系比咧耶稣钉十字架咧凄惨可怜得多。我哋讲翻咧呢个教主，教主咧系咪比君王？或者做皇帝咧，嘅欲念咧更大更残酷咧。嗱，我想讲讲咧呢个问题，因为而家咧唔能够再有所谓君主呢个咁专制嘅名称噶啦。清皇清帝咧，你翻屋企闩埋道门咧，或者闩埋道厕所门咧，你就冇所谓。但系你一话自己系皇帝咧，一有铺皇帝印咧，我睇咧千夫所指啦，个个矛头对住你噶啦，话你封建啊，话你暴君啊，所以而家咧就唔用呢个咁样嘅名称，就用中央集权啦，可能系主席，可能系总书记，可能系等等。委员会委员长领袖咁样呢啲名称，但系咧，大家看清楚，同样同以前封建皇帝冇两样，最后都系权力嘅集中、权力嘅使用、权力嘅不受监察、权力嘅滥施。呢啲等等咧，都系咧，君主政体、暴君政体嘅来源。民间咧未必叫君主，可能叫教主，就系我正话讲嗰个。佢唔系一定系一个宗教，佢呢个唔系嘅宗教咧，带有宗教嘅意味，令人咧觉得。尤其嗰啲
追随嘅人，好似宗教嘅信众一样，非常贴心，非常顺从教主嘅一言一行，视之为神圣。虽然未必是神，但都好接近神。佢是全能全知，稍微差少少啫。佢要狐假虎威借咗个神嘅后面嘅力量支撑住，或者好似以前嘅祭司巫师一样，佢只有佢能够沟通到神。其他人唔得，我哋太平天国里面咧，洪秀全咧呢位仁兄，呢、这个老秀才，考到老都考唔到秀才呢个老友咧，佢喺街边执到呢、这个新教嘅传道，呢条灵鸡竹就话佢系天父嗱，呢、这个就系、是。新教里面，在基督教里面的上帝了的第二个仔，大长兄呢，天兄呢，就是耶稣、哦、这样东西呢，不止教廷，当时的天教廷不承认，西方列强呢，也没有一个人承认洪秀全呢，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是绝对不会讲天父、天兄呢啲咁名称，但系咧喺嗰个年代依然有人信佢，好多人信添。于是乎咧，佢组织到太平军咧，嚟到革命作反，佢里头咧好多咧邪说咧，令到咧嗰啲冇乜读书、文盲嘅奴隶啊，或者系。那些农夫呢是帮他手打天下。他有一个东王杨秀清。杨秀清呢都是一个非常聪明人。他见到你啊洪秀全可以用到一种教主的魔力控制到人。话呢你可以天父上身。上身这件事又是一个呢假到不假的藉口咧，系代可以一时间咧讲出天父嘅佢嘅天父嘅命令、哦，就叫人哋死咧，梗系叫人哋搏命为佢打江山啦，权力一定唔分配俾你嘅吓。于是乎最后咧，佢又话你得我都得，佢又上身啊，咁啊一睇上嚟咧。唔系净系你有呢个权利，或者洪秀全有呢个咁样特异功能，杨秀清话佢都有。嗱呢啲咧好清楚就系一个咧内部嘅斗争啦。做教主咧就希望有人信服，但咧权力咧会经常过大嘅。当佢权力使到个人昏迷嘅时候，好多人咧都想争到呢个权力，佢又有一个令人昏迷嘅权力啊嘛。于是乎咧，制造内斗。你再见到好多教主咧，系好多神有好多作同佢作对人咧，系条气唔顺嘅，唔服嘅。于是乎咧。四分五裂，做教主呢本身喺以往呢佢必定係要有个人嘅才干啦，有人羡慕啦向往，或者呢佢打得啦，或者佢有佢嘅潜在嘅力量啦，呢样嘢我唔否认。但係呢通常教主係唔会好好利用到自己嘅潜在力量去造福其他人，佢系会施行佢嘅权力去命令人，
使到人呢听从佢嘅指挥。指挥欲呢呢样嘢呢係真係呢令人咁惊叹。原来有咁大嘅能力呢係使到呢人呢嘅性格会转变。真係会傻起上嚟。真係呢癫起上嚟。呢样嘢呢不再即係好难解释嘅。咁点解仲有咁多人呢去信教主呢？因为佢哋都期望緊教主呢带领佢哋，或者呢帮佢手解决一啲呢精神上或肉体上嘅困难，甚至乎要保护佢哋。咁当年呢三四十年前呢，我记得有邪教教主呢係叫嗰啲信众呢服毒，因为呢佢话天堂呢会派呢个飞碟来接佢喎，生勾勾就唔接你㗎啦，接你个灵魂嘅啫。咁居然呢就造成呢一个呢大屠杀嘅场面，使人呢好感慨。呢啲咁嘅情况，教主情况，不止呢係杀人骗财者，做神棍者，利用佢个宗教嘅力量，或者呢创造新嘅宗教力量，呢神棍呢亦呃唔少人。小弟嗰本书呢神棍通识呢里面呢记咗19个有 case 嘅，有佛教嘅，有藏传佛教嘅，有新教嘅，亦有道教嘅，有人民间宗教嘅等等，呢啲都系假宗教，佢哋嘅神棍喺里面咧骗尽好多人嘅财，骗尽好多女性嘅色，亦有女性骗尽男色，真系咧无奇不有。但系点解仲有咁多人去相信邪教，去尊重呢啲教主，要听佢话呢？好简单，一句说话，人嘅愚昧咯。人嘅愚昧最重要就系唔知道如何独立思考，去睇睇或者谂谂呢件事嘅真确性几多咯。好多人都认为唔系独立思考问题。呢个系环境造成，我哋呢系要有教主先生活到嘅，咁你太悲观咯，太成龙咯，我都不能够呢帮到你。我个人嘅见解认为，任何嘅事物都应该从理性去思考过、判断过，格物要致知。唔系净系靠感情，唔系靠自己需要，系咧睇乎呢个看乎你点样样去认识嗰件事物，认识到事物咧嘅真谛，你就睇到咧里边教主嘅虚妄，所谓做教主嘅权力嘅使用，同埋佢嘅人品如何。冇一个教主由金融小说里面所描写嘅，到现实生活见到嘅，我都唔觉得佢哋系正派。样样我都会做，教主切不可做。好啦，今日呢嘅时间差唔多，咁好多谢呢各位收听收睇，咁似乎呢喺返呢个咁样样嘅环境底下呢呢、这个直播呢仲可以流畅，声音呢仍然可以听得到。咁真係好多谢各位嘅收睇。咁今日係星期四嘅晚黑，差唔多12点钟，仲有咁多人呢冚冚声呢上嚟听我哋科林呢、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呢就是叫做如是我闻，
今日咧系啊刘天赐咧为大家讲述呢、这个奴隶、奴性、教主，同埋咧被人统治要服从嘅诸物。好啦，多谢各位收睇，拜拜。